赐予的传奇，对专有心意，智慧的化身在这里发生。我给你介绍这四件文物，其中的喜怒哀乐你自己领悟。那是高深贵姓，长得有点丑，但你的功名利禄都被他们有。他刻苦克服各种困难，心中状元，用实力说话，不需要太多的装点。天王用没想凶，他三才不是不该，女鬼蛇神看到他都不敢出来。不怒自威是他的 AKA， 人望他的妖怪恰翅也难飞。一个象牙化身侍女，右手仙桃，左手单杀，为林家老翁贺寿，其乐融融，叫人紧张的记忆也需要被传承。而那边月色朦胧，传来笑声，月下静止的少女，心事如秋风。这幅画出自清代的虞美人，姑娘啊，不要爱上会长鱼尾纹。但那些遥远的不再那么遥远，历史和生活的坐标中有一个焦点，故事有温度，仿佛可以触摸，穿越千年的喜怒哀乐仍在诉说。